要钱，我接受。我的名字叫贾思敏，我今年33岁，我的身高155公分，我的体重60公斤，我的学历初中毕业，我结婚了，我有2个男孩子，我会做家事，洗衣服、当衣服、出差、煮饭、扫地、拖地。我会照顾老人家，我会照顾小孩。我要正经工作，在阿拉佛6年，跟台湾3年。我想去香港好好工作，赚钱给家人，且我接受完了。谢谢老范，谢谢老范娘。